Welcome to the live stream of Inspiration. This is Sasa. Am I super hot today? Guess what? This cute, sexy girl is me. Today, I'm the VTuber. Recently, VTubers have been born in trend in the world. From cute young girls to big sisters, from pretty young boys to middle-aged males. I just wonder why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spend a lot of money in anime characters, and how can we set up an anime character? To find this answer, today I visited a company based in Chengdu. Let's have a look. Hello, 您是李总吗？ 哎，你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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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好，第一次来到女公司，然后怎么样？感觉特别的，就是特别的随和，然后还有一只狗。Nope。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虚拟 IP 的形象。然后这个就是，24节气，然后我们的立春，然后它是立春的守护者，然后它是一只樱花鹿，就是它身上会有很多这种樱花的元素。刚开始怎么会想到就是说，做就是虚拟主播的这种感觉？嗯。然后目前呢，是因为。 大家这Z时代已经倒来了，对，已经成为市场的主体用户了，所以他们对于一次元的接触度会极高，然后是有个市场接触度的基础。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技术实力呢已经突破了，就是这个技术力呢，是因为虚拟它确实需要很强的一个沉浸感，然后技术呢是能够实现出来了。那像这边我看这边都是这边的工作人员是吗？对，我们小伙伴，他们年纪大概多大呢？大概是。 95到98这个主力群体为主，对。他们本身是不是也就很喜欢 ACG 的东西？特别喜欢，就是重度 二次元用户。哦，那就是其实工作也就是爱好了。对。是。 The first step to be a virtual idol, character setting. 就安老师吧，安老师，那个我是不是可以在这儿选一些角色的一些形象？可以的，没有问题。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就是你们也做了很多人物了嘛？现在哪些？ 哪些特征可能在你们测试看来是受众比较欢迎的一些特质？可能还是有很多萌妹系的这种可爱的角色会更多一点。二婶，你觉得我适合是哪种？我觉得就适合很帅的小帅哥。哎，他好像就是所有人坐这儿，他只要通过这个都可以是。对，他本身就是根据面部识别来的。 表情越夸张，它在模型上反映出来的效果会越好。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模型，大概需要一个多久的创作周期呢？1.5到2个月的时间不等。1.5到2个月，取决于什么呢？复杂度。像这个模型，你创作的时候，它背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故事呢？就是这个本身，由于它是基于24节气的雨水来进行的创作和去提取它相关的这些元素。 因为国内的话，它其实是在整体虚拟的这个领域或这个行业里面的话，算在一个成长期。那其实海外商业体系的话会更加完善一点。当然，无论是国内和海外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以整个中国的一个国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做支撑的一个内容输出。所以，比如说，我们也构建了。 《山海经》的整个的企划专案，还有24节气的这种国风为主体的这样企划的一个专案的内容。 The second step to be a virtual idol, choose the man behind tubers. 那首先呢，其实虚拟人它是一个内容的承载体，它给用户提供了三种价值，第一个价值是精神陪伴，第二个价值是能够实现兴趣社交，第三个是价值引导。其实这三个是属于层层的向上去攀升的，或者说它有一个延伸的递进的。那好的虚拟的。 偶像也好，或者虚拟主播也好，甚至说他创造出来的虚拟 IP 的内容也好，它是需要把这个三个维度完整的覆盖出来的。那这些人一般都是，比如说有一些中之人在背后做一些动作的捕捉和声音的捕捉，是的。那我可以尝试一下吗？可以。行，体验一下。哎呀，我一直想体验。Interview。 成为 VTuber 的话，就是你可能需要语言有更多的一些能力。现在能否站起来就是唱跳，然后演唱一下，用英文。英文歌嘛，对，英文歌。没问题。All by myself, don't wanna leave
演的还是挺好的。嗯啊，就是我说什么你模仿，行行吗？行啊，比如说爱你么么哒，爱你么么哒。小哥哥，人家生气了哟。小哥哥，人家生气了哟。The first step to be a virtual idol, Operation Team Training.那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就是我们会把它称为最重要的一群人，就是我们的粉丝。那粉丝的话是需要去做非常精细的粉丝运营的，然后这一群人呢，我们之间是能够实现一个兴趣社交的。那到这个为止的话，差不多就一个偶像的运营非常重要的几个环节和步骤了。 As a newcomer, i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Work hard with a team, improve myself, and bring you guys more happy and love.